各位全编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李文才医生。我想借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新冠病毒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马来西亚这个经济振兴配套，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加强的？我想从这次新冠病毒对世界的影响，是否这次的经济的重创能够通过微型的复苏？是否这个新冠病毒能够随着这个北半球夏天来的消失无踪？是否这个疫情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受到控制？这些都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不过，如果我们从这次疫情的开始发生，12月31号开始到今天，超过100天，而在短短的100天里面，不单只是公众卫生，其实对经济方面、对中国、对马来西亚、对全世界，都带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开始，这可能是一个公众卫生的问题，而第一个受到冲击的是旅游业、航空业跟这个跟旅游相关的一些行业。而因为这个病毒的传染性，这个病毒的致命性，而控制这个病毒所需要的社交距离，这些所带来的这些效应，使到这个经济受到很高幅度的影响。从这个社交距离层面来看，基本上就是整个生产力的停顿。而这个社交距离，并不能够通过短期的社交距离而解决整个疫情。这个社交距离的执行，必须要持续性，或者是间断性的执行，才能够达到控制这个传染病的效果。而当这个社交距离的持续或者间断性的执行的时候，对实体经济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而IMF 已经提到说，这次的经济重创有可能是世界大萧条以来最重大的经济的重创。我想，世界经济萎缩已经既成事实，可能进一步的导致经济大萧条，因为这个社交距离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停顿，除了一开始的旅游业受到影响，接下来各种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甚至一些农业也受到影响。而一开始可能是中小型企业，因为现金流的不够，而导致中小型企业倒闭。失业率提升，更重要的一些低收入群众，一些靠日薪的打工仔，甚至一些所谓非正式的工人，因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对他们来说，温饱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所以在这次政府在各国的政府在推出这个经济计划当中，其实很多都是通过派钱来解决这个温饱的问题。而这次经济的危机，其实还有2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整个这个
全世界的领导力。我们看不出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或者单一的这个组织能够挺身出来领导整个经济复苏或者抗这个疫情的这个计划。基本上一开始当中国发生这个疫情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是坐观其变。接下来当疫情蔓延到其他国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国家都是各自为政，并没有一个整套的一个防止疫情的一个工作一个计划。同时在经济振兴方面也是各自为政。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整体世界经济都是在一个低利息的情况发生，而这个低利息的情况是源自于2008-2009年次贷危机过后，基本上是美国跟其他各国的政府都是通过低利息来刺激这个经济的成长，而现在利息已经够低了，所以再调的话基本上是零利息或者负利息，在长远来讲是很难刺激经济成长，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政府增加开销来刺激这个经济。因为这个疫情必须要通过持续性或者间断性的社交距离，所以我们期待一个微型的这个复苏是近乎不可能的。有些人期望说这个疫情将会到夏天慢慢消失，不过我们从看很多这个热带国家这个病毒能够继续的蔓延继续的流行，我们知道即使是春天来了这个疫情还是继续的存在。而在发展疫苗方面至少还有一年两年的时间，所以短期间是解决不到这次大流行的问题。我们当然期望说有一个有效的治疗方式，如果现有的药物一些疟疾的药物一些艾滋病的药物能够用在这个抗这个新冠病毒方面起的显著的影响，如果能够降低它的致命率到 0.18% 以下，我想这个疫情将有可能没有这么严重。因为如果我们能够降低这个致命率，通过适当的治疗，我们可以让这个疫情蔓延，通过药物来治疗降低它的致命力住院力。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医疗方式能够降低这个致命力，所以我相信这个世界的经济受到这次的重挫将会有一段的时间才能够恢复状态。